99% 拉丁舞者都遇到过的问题。为什么练完舞老是小腿酸痛，还感觉小腿越来越粗？其实是以下原因导致的。原因一，身体重心的改变。穿上拉丁舞鞋，身体的重心会由脚后跟向前脚掌移动，增加了前脚掌的负担，迫使小腿肌肉更加用力地保持平衡。原因二，舞蹈姿态不良，如在舞蹈中撅臀、塌腰、骨盆前倾，这些问题都会进一步加重小腿负担。原因三，舞鞋不合适，如果舞鞋没有精准的足弓支撑，除了舞步移动会更加困难，在绷脚延伸时脚背悬空，无法通过足弓发力，小腿肌肉只好代偿，肌肉酸痛，长时间小腿越来越粗。所以对于需要在舞蹈中更好展现脚法的专业舞者和想要快速找到舞步发力点的初学者，一双舒适且具备精准足弓贴合的舞鞋，除了能减轻小腿肌肉的负担，更能增加你在舞蹈中的自信和激情。